局长，一切都准备妥当，我这就去了结朱一书。好，行动吧。是。局长，还有什么事儿吗？那个季大少爷那边，他怎么了？哎，也没什么，属下就是觉得他这次跟过来好像有点反常。以后再说吧，先办正事。是。晕在了马棚的旁边，人呢？人已经醒了，他说下手的人手劲很大，但不是朱一书。朱一书呢？局长，局长，朱一书跑了。看来朱一书是有所防范了。不过其他人都没有动静，属下认为朱一书应该还在，以他的性格不会留下这些人不管。局长，咱们应该还有机会。局长，不好了，仓库出事了。什么？仓库出事了。走。去查看货。是。走。局长，货好像都在。是谁干的？不知道。看守的人呢？被打晕了。局长，货都在，一点都没少。这就怪了。不行，这里不安全，看来要出事儿。小亮，哎，让你的人把货都装上，连夜运回雁门。是。走。走。快装货。是。是。客官，酒喝多了伤身，少喝一点吧。跟上。祁东海，你这是干什么呢？成天喝得醉醺醺的，成何体统？玉儿，他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喝成这样了？他已经喝了很久了，我怎么劝他他也不听。正好您来了，天这么晚了，叫他回房间休息吧。是，跟上。程云轩这只老狐狸已经盯上我的师弟了，一书的情况非常危险，而且我也把周围的情况侦查了一下，大门口内外有警察把守，院子外面也埋伏了不少警察，我们要想从正门进出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只有这里还比较安全。二道大叔，七七哥，你们和珍珠就待在这里。小亮，哎，还有多久货才能装完？
还有半个时辰，大概就能出发。好，装完货之后，你带人先走，我带人断后。告诉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是。让他们帮忙。是。快，好，快！哎，局长，那朱一书怎么办？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现在情况不妙。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货。看来我们是惊着他了。我怀疑这个小子就藏在这个客栈里。抓紧时间。是。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认为这里不安全，我得把货先带走。不跟老徐交货了。你找个人通知下老徐，情况有变，一切等回到雁门以后再说。你们弄这么一出，我怎么跟老徐交代啊？老徐是个谨慎的人，以后再约他没那么容易了。我也不想这样，情况有变。当然，那你在老徐面前多美言几句吧。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哦，你们惹了麻烦，让我去擦屁股。你以为老徐就那么好打发啊？崔老板，玉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赶紧回去，这没你什么事儿啊。玉儿，哎呀，听话啊！你们加快点速度。是。是，快点，快点！院子里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乱哄哄的。这正好，我们可以趁虚而入。大王，你到仓库里面放把火，把警察引开。好的。巴特尔，哎，你到马棚里把所有的马都牵出来。嗯。我去找程云轩。能打死他最好，如果不行，至少可以引开一些警察，趁乱把师弟救出来。我也要去。不行，你就待在这儿，保护好额尔德大叔，他也去接哥。局长，都准备好了。路上要小心。是。出发。哎，站住！吉东海，你要干什么？雁门县大丰镇警所巡官吉东海亲眼得见雁门县警局局长程云轩及部下参与走私贩毒行动。我现在代表大丰镇警所巡长朱一书以及大丰镇警所所有的警员们拘捕你们。你们识相的自己把自己铐起来跟我回去自首，否则就按拘捕罪就地正法。吉东海，你这是唱哪一出啊？程云轩，我掌握你犯罪的确凿证据，你敢不敢告诉我你车里藏的是什么东西？警备物资。我问的是具体货物。大烟膏，也叫鸦片膏。怎么，陈云轩，你身为警局局长，知法犯法，走私毒品，你认罪吗？按照今天我们运的这个数量，真要是处罚的话，那么今天在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判个无期，为首者就地枪决。很好，你倒是敢承认，还不乖乖的束手就擒。来吧。你敢？不要以为你义父给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啊，不要跟我作对。走！我看你们谁敢出去！你们想出去的话，先打死我！你抬头看一看，这所有人都
都是你口中的走私犯。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就能要了这些人的命？抓起来！小子，好好的做你的县太爷的公子，别跟我较劲。你看到朱一书的下场了吗？我代表朱一书，代表你代表。你还敢代表？我看看你代表谁！玉儿，你不要命了？快，快回去！啊，快！我代表，好代表，代表。朱一书是救不了你了。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放开我！开门！朱一书，代表大丰镇警所所有死去的弟兄，抓捕你！朱一书，你的命够硬的，开枪！快追！